楼上那些安哥在楼上那边躺着抽鸦片，我就把咖啡屋拿上楼。他们抽鸦片的是因为他们早期是鸦片馆有几间哦，因为几间是说有四间这样啦，一二三四有四间，四间鸦片馆啊。他们老人家是也许是他们习惯了啦，他们有抽了他们就会比较精神。以前他们抽了鸦片，这边有四间鸦片的抽鸦片的，有的是吞下去吞的，有的不是抽，有时他们做一粒啊，一粒粒像个黑豆这样啊，一粒粒吞下去。其实鸦片咖啡是牛油咖啡来的，因为奶油是说以前早期的人是用汤匙啊，就把这汤匙的牛油放在口里面含着，说咖啡屋是慢慢的跟它活下去。时间关系，我们现在不敢讲，只要我能走的话还可以做啊，是怕我们年龄不允许，我最不舍得哈，是我们这边的街坊哦，邻居这样哦，有一点怀念哦。我们可以说像姐妹一样，我们可以互相照顾的。我们说的一句话，有什么事情他们直接会打电话的，会帮忙我这边看店啊。有时我要出去一下，去楼上一下，他们会帮我看店。这样我们就没有什么牵挂那种。很好的，有什么事情他可以载你去，就是会互相帮忙。我会不舍得。